收睇今日好，歡迎收睇《家境清貧泰國新聞》。今日唔躝街啊，喺屋企慢慢同大家分享一啲泰國新聞嘅事情。有關於泰國開關11月1日係開關嘅事情咧，一路咧都係講話喂，有10個地方啊，咁嚟緊咧就會係開放啦。咁佢哋咧只要打齊2支針咧嚟到咧就唔需要隔離咁話。咁嗰10個地方究竟係咩地方？其實之前都講咗部分咧，咁但係計嚟計都唔夠10個，係啊，因為泰國政府都未公布啊嘛，大概就係話有呢一個嘅德國啦、英國啦、美國啦、新加坡啦、中國啦咁，仲有咩地方咧？似乎咧都仲未有進一步嘅消息嘅。咁香港有部分咧，嗱理論上咧香港、澳門都係有嘅，咁但係實情係點咧？都係要等多幾日咧就會有公布噶啦。咁我發夢，我又發夢咧，夢到就係馬來西亞啦。韓國咧都可能會有嘅，咁唔知係咪咧？咁希望係啦，咁因為都有唔少馬來西亞嘅粉絲，咁佢哋都想嚟泰國嘅，咁希望如果真係嘅話咧，咁就最好。但係大前提最緊要就係話，喂，你嚟得唔需要隔離啫，翻到馬來西亞又需唔需要隔離咧？咁同埋大家都講啦，就係、是、送俾我都唔嚟啦，嚟到之後翻翻香港要隔離21日啦，咁又係啊，呢個真係一個問題啊。查實咧，據稱咧，而家全世界都有30幾個地方咧都。都已經係著手搞緊，就係話開放可以俾人入嚟玩，同埋放啲人出去玩咁樣。咁如果係咁嘅話咧，呢個所謂嘅與病菌共存，係等大家可以周圍飛嘅事情咧，都 well 都可能係一個大趨勢嘅。咁究竟香港嚟緊會係點咧？咁睇香港政府睇下佢點樣做法啦。咁但查實計嘅話咧，仲有一樣嘢大家都要留意嘅，就係、是舉例啊，你一個的士司機，你已經好耐好耐冇揸過的士啦，突然之間又要你揸翻嘅話，咁你當然你可能工多藝熟啊，但係舉例你已經2年冇揸過的士啦，無端端俾你揸翻嘅話，咁部的士都可能有啲計油啊，有啲 engine 有啲問題嘅，甚至乎你都可能咦有啲嘢唔係好記得添咁樣啊，咁所以對一眾嘅航空公司嚟講，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。咁好啦，假設咧，據講而家太行咧都已經好多航線都已經係恢復翻歐洲啊、亞洲啊咁嚇，可以周圍飛啦咁，但係問題就係話，部飛機係可能好耐冇飛過咯，咁裏邊啲油點咧？啲 engine、啲引擎啊、啲翼啊，各方面又有冇問題咧？咁樣會唔會有翼嘅中間一個位有竇老鼠喺度咧？又冇人知。咁同埋嗰班嘅機師可能已經少飛咗一輪咧。咁而家再飛翻嘅時候，咁會唔會啊啲水準會唔會爭緊啲咧？咁呢啲都要可能要再 train 過、再搞過。咁但願咧喺咁嘅環境之下都唔會有啲咩大問題啦。但願啦咁樣咁。此外咧，更加新嘅消息咧就係話，嗱，之前有個網友同我講話，喂，佢真係好想去泰國旅行，但係咧佢問咗領事館，佢話咧需要有50,000嘅泰銖喺泰國銀行先得。呢、這個我就覺得奇怪，嗱，我冇記錯嘅話，以前咧有一隻叫 STV 嘅一個 system。咁就好似要求大家有錢喺泰國銀行嘅咁，但係之後好似冇嘅咯。咁你話若然11月開關，你要唔好話香港人啦，你就當美國人先算啦。好地地一個美國遊客，佢點會有錢擺咗喺泰國嘅銀行咧？唔係個個都係喺泰國銀行開户口噶嘛？呢樣嘢又好奇怪啦。泰國領事館真係有咁要求咩？佢又話係喎。我打電話去，梗係冇人聽啦嚇咁樣。咁但係我問翻有關嘅人士，佢話似乎又好似冇呢件事。但係點都好咧，呢件事有冇已經唔重要啦。因為大家以前講話申請 COE 啊，唔係 CEO 啊 ，COE 嗰樣嘢咁。而家右邊啦，據稱啊，11月1日開始咧，就要申請一個叫做 Thailand Pass。Thailand Pass 咁有人就話喂。即係要申去領事館申請一個類似個 COVID passport 嗰只，即係黃色嗰只啊，我都有啊。係啦，呢一本係啦 ，COVID passport 啊咁樣，咁只要申請咗咧，咁就可以飛㗎啦。咁裏邊就有曬資料，夠咗打，究竟打咗咩品種嘅針啊，幾時打啊，這樣那樣咁。有啲就話唔係啊，要需要網上邊登記啊，這樣那樣。但其實真相係點咧？其實咧，係未曾有確實嘅消息嘅。我相信又係嗰句咧，你即刻睇完我嘅報道，即刻打去領事館咧，佢都可能答你唔到，可能都要隔多1-2個禮拜咧，咁先至
會塵埃落定，究竟大家是去駐港泰國領事館申請呢本嘅東西黃寶仔啊，亦或係網上登記咧，遲少少就會知，唔好咁快打去斬啊！不過打去都可能未必打得通啦。咁 anyway， 遲少少就會有公布，我一知道詳情咧就會話俾大家聽。咁與此同時啊，仲有咧就係話。之前講過啦，就啊開放泰國、青邁啊、芭提啊、華欣咁，但係其實咧嚴格嚟講咧，佢當中咧係開放15個省府，包括曼谷啦、十五八間啦、卡比啦、呢個烹亞啦、拔族啦，即係差唔多華欣嗰頭啦，咁跟住春布列即係芭提亞嗰頭啦，咁羅勇啦，咁跟住然之後就青邁啊、黎府啦、布列林啦、裕當塔利啊，咁達即係呢個達就即係呢一個董里府啦，咁有15個地方。好啦，咁講緊，咦？我成日介紹嗰個勒康拔統嗰個省府，又或者講緊。一個曼谷附近嘅 Ayutthaya 冇份喎，咁係咪唔可以穿州過省去呢？假設你一個香港遊客或者外國遊客先算啦，咁你嚟到曼谷啊，唔使隔離，咁我係咪可以跟朋友搭車去 Ayutthaya 或者 Ayutthaya， 又或者為去呢一個嘅拔統塔利咁呢？ Well， 嗱，理論上咧係唔得嘅，如果去嗰地方咧又要隔離嘅，但係咯，正如我嗰日講過咧，就係、是。有很多人穿了過省，係啊，係有個嗰啲嘅關卡喺度，但係大家喺度好勤力玩電話咁，又冇人 check 喎。咁到底遲啲會唔會嚴緊啲、嚴格啲咧？呢、這個可能會啦。咁但係畢竟呢個都係日後嘅事啦。咁如果大家唔太清楚，又或者一切都唔清楚嘅話，咁就算啦。即係曼谷啊、芭提啊、清邁都有排你玩啦，其他地方就唔好去諗住啦嚇咁樣。好啦，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，就要公布啦。嗱，今日咧就是星期五啦，咁理論上啊，星期六開始咧，原來咧嗰個宵禁咧就有縮短咯，就由晚上嘅11點就至到凌晨3點。於是乎咧，即係話啲商場咧就照常可以收10點，然之後啲員工咧即係洗得手啊，執得嘢嚟咧，仲可以揸電單車翻工，喂，揸電單車翻屋企嚇。咁而一啲嘅食肆又可以收夜啲咁解啦，咁樣。表面上咧，所有嘅嘢都會放寬。咁其實咧，表面上好多嘢都真係放寬緊。好似正如我琴晚咧，我喺阿叔搭的士翻屋企咧，經過阿叔去甩七大嗰頭咧，哇！塞車塞咗半個鐘，塞車，我好耐冇經歷過塞車啦，無端端塞車，哦，真係。咁兼且晚上又落大雨啦，咁變咗即係幾樣嘢夾埋啦。咁嚟緊，我相信更多嘅泰國人咧都會。回復翻正常嘅生活啦，照常出街，照常去做平時做開嘅嘢，咁就實行與呢個病菌共存啦。咁但願即係有啲朋友講話，而家染咗咧，只要打兩針咧，就算瀨咗嘢咧，都係等於傷風感冒咁嘅啫，食啲丸就得㗎啦，食藥就得㗎啦。咁但願如此啦，希望就唔好再有新嘅病毒出現啦。咁嗱，講翻轉頭，唔好差太遠。有關呢個話11月1日開關嘅事情咧，咁究竟嗰10個地方有冇香港咧？理論上係有嘅。咁而除咗剛才講嗰幾大嘅地方，即係仲有啲咩咧？要等下回分解啦。咁至於講到就係話到時嚟因又唔使申請嘅 COE 咧，究竟係申請呢個黃寶仔啊，定係怎樣咧？咁樣呢、這個。一有消息，我會馬上同大家解釋。咁當然啦，有好多人都可能會話：，你唔使解釋，我唔會嚟啊！嚟完翻香港隔離也有，根本唔會嚟啊，嘥氣啊！你唔嚟係你嘅事啊，但係我嘅責任話俾大家聽啊，大佬。咁可能有啲人真係佢根本就自由工，又或者係即係都已經係退休人士，想嚟行下咧。咁我行完之後，我可能。半年後先翻去㗎啦，或者點點點，或者真係有個好好嘅男朋友、好好嘅女朋友喺度，真係要見佢咧，咁你俾佢嚟啦，你俾佢嚟啫，你唔嚟啫，人哋想嚟㗎咁，咁呢啲資料會同大家分享啦。咁希望有需要嚟嘅人就嚟啦，冇需要嘅就繼續睇我啲片啦，睇咗當嚟咗啦，好嘛？多謝大家，多謝曬。